瑞虎辞旧岁，玉兔报春来。在春节期间，电影频道为观众准备了丰富的电影大餐。大年初二到正月十五，将为您播出《守岛人》《送你一朵小红花》《风暴》《中国医生》等优秀影片，用反映新时代精神的正能量电影，一同致敬最美奋斗者。《秀美人生》中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乡的黄文秀，《守岛人》中32年坚持不懈守护祖国边陲小岛的王继才夫妇，《中国医生》中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模范先锋。我身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一定要连着拽着身后的人，保护我们的亲人。懂得责无旁贷，你守岛，我守你，就六个字。这些时代奋斗者与祖国共成长，他们的先进事迹也鼓舞着我们一路前行。此外，从除夕至初六，电影频道还将为您播出《攀登者》《长津湖》《夺冠》《超越》《风暴》六部反映时代精神的高口碑正能量的优秀电影，一同用光影致敬最美奋斗者。此外，春节期间，电影频道还在功夫专场、贺岁专场和热播专场中为您安排了一大批题材丰富、类型多元、口碑上乘的影片，用光影陪您一起过大年。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自然还有功夫电影，成龙的《急先锋》，甄子丹的《叶问四》完结篇和《怒火重案》，再到吴京的《战狼》系列作品，电影频道将在初九至十六的每天黄金时段为大家带来不同功夫巨星的精彩演绎。欣赏完酣畅淋漓的动作影片后，不妨在贺岁片专场重温一把历年的贺岁影片。从除夕至初七，电影频道为您精选了《唐人街探案》《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以及《你好，李焕英》等多部自2015年以来的贺岁佳作。我好像听到了好多期待的声音。此外，初六之后，电影频道还为您准备了重温经典、经典贺岁电影展映，用甲方乙方、天下无贼、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等多部经典影片，带您在光影中追忆昔日的美好时光。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如果有人欺负你呢，就报我的名字。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喜剧电影作为春节的常驻嘉宾，今年自然也不会缺席。初一至初六每天下午时段，电影频道将播出多部喜剧电影，其中包括搞笑中带有悬疑氛围的《古董局中局》和《唐人街探案三》。喜剧专业户开心麻花出品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和《礼貌扮太子》，相信这场新春喜剧大联欢能在春节期间为您带来更多欢乐。你好吗？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此外，春节假期的午夜零点后，还将为大家奉献《杨门女将》系列、《陆小凤》系列等频道出品10年典藏系列电影展映，邀请大家来温故知新。